再蒸一会儿，这个棉花糖桃葡萄真的有棉花糖的那个香精味。再洗个无花果，这是在农场里买的黑莓和树莓，今天水果种类真的超多，三种梅子都凑齐了，黑莓、树莓、蓝莓还有无花果。就炒个腊肉、花菜还有蒜苔，蒜，买个蒜油，这是Cheesecake Factory 的那个面包，那个小餐包，然后准备加的那个芝士烤一下，它叫 bread cheese。哇，还挺硬的。好，放空气炸锅。哇，它都满出来了，直接整个锅端吧。谢谢，挺好吃的，外面这一层好脆。就是那个 bread cheese。这面包烤完以后好吃多了。蔬菜，这是蒜苔吗？我怎么感觉像那个韭黄，就不黄的那种韭黄？韭菜。它是韭菜。韭菜苔，这是叫啊。看看你买的无花果。嗯，开始的。今天水果种类非常丰富，超标。这个肉好多，可以吃到周四了。把树莓捞进去，树莓都快碎了。这葡萄也好吃，这樱桃也好吃，都好吃了吗？浆果色了都。你好吃吗？我就超喜欢这种又甜又硬的，甜的跟蜜一样。中午没吃完的无花果，蓝莓味的 sky。To the places where we used to meet before, 'cause lately I've been feeling so confused. We've gone our separate ways and never see you face to face, but in my dreams I'm always running back to you. So tell me why I'm tripping over lines drawn between you and I. I've been such a fool. In my mind I've tried so many times to run away.
今天吃牛肚还有牛蹄筋，两个卤料包，然后盐。OK， 大锅拿出来，加点油。哇塞，炖的好烂，先把这个拿出来了。加点那个越南牛肉的底料，然后花椒粉，很多很多的花椒粉，再炖一会儿吧。终于把你的白桃吃了，你心心念念的白桃，你舍不得吃的白桃，忍了两天没吃。贺夫子的黄桃和白桃都好好吃啊，还有李子，我们家水果太多了，还有蓝莓，蟠桃还没机会上场，还有樱桃，对头对不起，还有荔枝，加火锅粉。来接呗，你看，哇，汁都炖干了。哇，这个好大一坨，牛蹄筋也好大，哈哈，优秀。粉丝，哦，不是粉丝，粉条，又被我煮烂了，对不起你。还有花菜，你让你等那么久，哇，这花菜。可以的，我还是炖出了土豆的质感。好的，特别软，我要舀点汤，然后泡锅巴。哦，锅巴。这锅巴它自己没什么味道，泡汤应该还可以。吃牛蹄筋吃出了粉的感觉。筋上还是有一点肉。哇，这锅全是糯叽叽的，粉条和筋混一起了。牛肚。棒棒。哇，这个面条。这是粉条。尝尝锅巴，半软不软的状态。好吃的。我一开始还嫌花菜太难煮了，结果被我煮的。放到放。再泡一片。谢谢你留着没吃，好白桃。牛啊，白桃。拿在手上呢，很厚重。然后这边呢，就很像一个爱心。OK， 那我们先来烧一下看啊，室内烧的。这锅巴外面软，里面还是脆的。Grace 他们家还没更新。今天要吃最饿的榴莲披萨。这是那个生面包胚，昨天晚上拿出来解冻，然后合一起。好像还是
车比较快，就是那种超级有筋性的面团，你看。小茴香包子，煎一下。燕奶，搅搅搅，酒酿，蓝莓和这叫什么棉花糖葡萄，终于可以吃蟠桃了。完了，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看着挺正常的。嗯，我怕它下面饼皮太软了。没事，只要是榴莲就行。我先尝一口榴莲。可以可以可以。嗯，转起圈来了。谢谢。这个榴莲的量我一时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芝士，什么是榴莲，什么是饼。对，嗯，不错，好多榴莲，好爽。我只放了半盒啊，那这还能吃一次。嗯，直接吃榴莲也挺好吃的。嗯，还是榴莲比较好吃。榴莲好脆啊。这还有蘸料，我蘸一下吧。我觉得酱料还不错吧？不错。你放什么？秘诀是什么吗？醋。不是，矿泉水。这样就不会太咸了。等等。乱七八糟一堆。不过应该还不错，这个，嗯，这个就还挺软的，这个白菜。再来一小块，哎呀，沾上了。这个菜呢，咱等会儿下来点。酒店那些不是玩乐豆，就是有一点。嗯。了蟠桃还是没有你买的白桃甜，虽然很脆。那肯定，那是我精挑细选的白桃，站在那挑了30秒吧。大米给它碾碎了之后放在这个。啊，这没有酒精的吧？没有。有一种
在博物馆里参观的那种原始部落好玩。来来来，妈呀，太大了！牛尾吗？应该是吧。正在蒸芋头，所以我就把它削好完。芋泥不能停。这颜色太好看了，尝一口。现打的芋泥是最好吃的，呼呼呼呼呼，弄出三大袋来，准备把它分开冷冻。每回我把这个刀片上的芋泥吃是最开心的，因为越靠近刀片它就越细腻。而且还是现打出来的，超级好吃。这个奶味也很重。太爽了，巨大的叉烧包。所以你是在哪儿买的？我是在那边有个什么好海港酒家，我感觉他就是去美心进的货，然后转手就涨价卖给我，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对啊，我觉得今天的饭，哈哈，土豆泥，这应该没看过。百里香，被你吃出来了。泡芙看起来还挺好吃的。尝一个这个味吧，一包180也不少，其实但是它有十克的蛋白质，好少啊。挺好吃的。好吃好吃。
好苦啊。哦，这个没放到地上过吧。不，你看出来了吗？这个，这是我后面去补的。嗯。这里是。哇，还有紫薯的吗？对，这是紫薯，这个是 tiramisu， 那个是 passion fruit。哼哼。是不是很多奇怪的味道？尝尝这个紫薯的吧。哇。嗯。好吃吗？它好像放的是真的紫薯，对，有两层是紫薯，不错，一点都不甜，草莓的，嗯，我觉得一般般，有草莓果酱的味道。这是用微波炉打的紫甘蓝，还有小茴香鸡胸肉丸子，超方便，加点黑胡椒和盐。蒜粉拌一下这个紫甘蓝，因为不是超市买的那种不袋装的嘛，那种不用洗，这个我还是加热了一下。半片 American cheese， 脱脂的芝士，再热半分钟，又热了半分钟，菠菜全部放 light 版的 ranch 的在菠菜上，只剩下了花菜碎碎。这个帕玛森脆脆，多吃点蛋白质，这是猪皮，最后的最后，嘿，这个火鸡面酱料，嘿，撒到芝士上，灵魂，哗哗哗，吃饭吃饭，我要先把芝士吃了。要不然一会儿凉。哇哦，这个芝士加火鸡面酱太好吃了。猪皮加芝士，哇哦，这个太大了，这一坨。小茴香丸子，一坨蛋白质，吃个酸奶，感觉还是不够饱。巧克力味的 Stevia， 先调个味，可可粉。咖啡粉放，哎，我先把它搅一下呗。放很多很多的奶粉，对，然后再搅搅搅，应该用一个大一点的容器的，换到一个小碗里。想要越稠就多加奶粉。再加一勺杏仁酱粉，黑巧蛋白质麦片，我要把它塞到这个小面包里。哦，好烫啊！刚刚用微波炉加热了一下，超级黏。再加点这个 toffee 碎碎，咖啡味的，呵呵，哒哒，哇哇哇！
啡手刹上面套着，有种空口吃酱的感觉。哦，这边漏了。